好开心哦！一大早呢，就看到我们这么多亲爱的朋友来到我们现场。大家高早，咱台东区，咱的中山区，咱各位乡亲士大，朋友，一挂少年家，也是咱一挂大哥大姐。啊，所以伊今日有真重要的公司。大家感恩，搁感谢。很开心，客家吃天唱不完了。画台北，我的家。把它种起来，种完我们全部种完以后，我们的。卖一个土壤，让它种开。再修。那我们现在的是资源回收。